杜西可以让你身心结冻，这个人也很中二哎、欸，绝对零度有负273度哎、欸，你才四度，黑之绝对零度的威力这么烂哦、喔。啊，我不知道这家伙在说什么。对啊，你在说些什么？看他好像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俺は四度，数字の四に温度の度で四度。四度四度。秋葉に降臨した最強の伊達丸ライネッタ。誰もこの高みには近づけさせねえ。没有人靠近居于顶端的我。什么东西？更中二的男人。对啊，好中二哦。知ってるか？还有一个原型突哎。ドライアイスは肌を火傷させるんだぜ。干冰会让皮肤烫伤的哦。你没尝试哦？干冰不是会让皮肤冻伤吗？这是没尝试还是怎样？太好笑了。それは火傷ではなく凍傷だ。对啊，不是烫伤是冻伤吧？何？哎、欸。对啊，你连尝试都没有哎、欸！我说出了一个符合科学根据的事实，但他的原型秃，但原型秃跟他的伙伴忽然对我发出了敌意。哎，对啊，你连烫伤、冻伤都搞不清楚，还在那边四度吸什么鬼？情势不妙，我没时间跟他们在这里玩呢、啊。因此，我决定当场向后转，采取战略性的撤退。之后，我前往会场，正向收拾员、收拾现场的工作人员问了菲伊利斯的去向，但没有成果，没问出菲伊利斯的去向。我又打一次电话给达鲁，达鲁只是没什么精神的回我，可能已经回去了吧，这么一句，可能已经回去了，所以就来这里咯。我再次从大厅对讲机呼叫了菲伊斯里的家人出来应门的，又是那个管家，又是那个管家。都结上吗？就是刚刚那位啊。菲利，ルミホさんは帰ってますか？哦，回来了吗？哎，回来了，回到家了，回到家了。哦，果然已经回来了。对讲机沉默了好一阵子，此时自动门被打开，通往电梯间的道路已经通畅了。哎呦，欢迎呢、欸！小姐说要见我，所以我就进去了。我答谢后马上坐上电梯，我不上去了、欸。我们到达他家里了，管家把我带到菲利斯家，菲利斯坐在沙发上抱着他的膝盖，怎么发生什么事了？即使接近我，他还是没有要抬头。菲利斯，即使我接近了，やっと会えた。お前に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对啊，你怎么了？我妞，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憔悴的表情，全身无力的声音，感觉不到活泼的元气。一体どうしたんだ？对啊，怎么了？元気がないようだが。没什么精神呢。こんなこと。ありえないにゃ。ありえないにゃ。どうしてフェイリスが負け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ゃ。你真的输掉了。为什么菲利斯会输给他们？我也不晓得啊。あいつらの卑怯な邪魔がにゃければ。あいつら寄ってたかってフェイリスに妨害を。他们用什么卑鄙的手段？絶対に勝つって約束したのに。パパ。きっとがっかりしてるにゃ。合わせる顔がないにゃ。没脸见爸爸了。他到底在说什么？不，等等，我好像知道了。菲利斯刚刚站完雷网路 AB 冠军杯的决赛，而刚刚不知道是几度 C 的85度 C， 好不好？一直使用前任冠军这个单字。从这个地方可以推测，菲利斯现在会这么意志消沉，可能是因为他在决赛输了。决赛输了，或许我应该安慰他，但是我现在没这么多时间，我现在很急啊！哎，马尤里就要死了，你的冠军区区冠军有什么关系？菲利斯，聞いてくれ，听我说，马尤里要死了。
我抓住他的肩膀，菲利斯对我眨眨眼，为什么对手还要对我眨眨眼？但他的眼神像蒙上一层雾气一样，整个很消沉的样子。お前は以前、俺たちが発明したタイムマシンで D メールを送った。そのことを覚えているか？他怎么可能记得？这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线了。阿牛，阿牛，你看，他一脸惊讶，有恢复一点元气吗？我抱持着不明，我抱着不问也白不问的心态问了他一下，看来果然白费力气。菲利斯并不记得这样的事实，他并不是忘记，而是对他来说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可恶，到底怎么跟他说明呢？例えば、考えてみてくれ。この秋葉にはもともとアニメやゲームなどの萌え系グッズを売るショップがたくさんあった。なおれ。もし仮にお前がタイムマシンを使ってそんな秋葉を今のような電気街にするとしたら、どういう方法を取る？お、你想使用时光机变回普通电器街，你会使用什么方法？我也想知道。我现在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但我也只能这样问了。タイムマシン。他的对 time machine。完全不记得。菲利斯表情呆滞，嘴巴上念着 Time Machine。 怎么了？又再念了一次，他重复念着同样的单字。菲利斯眼神渐渐恢复了生气。好，然后不知道他想到什么。今日吗？怎么了？怎么了？他忽然像我撒娇一样往我胸口靠上来。你这哪里有？这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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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好香的味道！菲利斯的猫，刚好碰到我的鼻子，好痒，要打喷嚏吗？他忽然这样的行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应对，动弹不得。菲利斯从我的正下方看着我，不知为何，好像很无奈的表情。这么距离看着菲利斯的表情，让我整个紧张了起来。タイムマシンって本当なのかにゃ？真的存在啊！我你还用过了嘞，只是你忘记而已，只是你不记得。记得啊。他想起什么了吗？他有想起吗？菲利斯继续凝视着我，我好像有一种错觉，好像整颗心都被他看穿一样。信じるにゃ。没想到他这么简单就相信了。不久，他忽然低下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怎么怎么了？现在发生什么情况？思い出しそうにゃ。想得起来，真的还想得起来。没有想起来的事情也想得起来，没有发生的事情也想得起来。为什么？フェリスはタイムマシンを使ったような気がするのにゃ。为什么想得起来？为什么？本当か？为什么？フェリスはタイムマシンに乗ってビューンと。然后嘞？何？何？お前が使ったのは過去へ送ることのできる D メールなんだが。对呀。にゃにゃ、そうにゃ、まただんだん思い出してきたにゃ。你真的有想起来吗？还是在这边演戏？菲利斯忽然一副快要快出来的样子，抱了起来的头。頭が。頭が。痛いにゃ。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我要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难道说菲利斯也有恶魔之眼的能力？我不知道，得做点验证才行。但我该怎么办呢？冷静点，冷静点，冷静下来。冈部伦太郎，是不是应该打电话给红利七？还是？今日吗？怎么了？怎么怎么了？菲利斯は、菲利斯は。怎么了？又怎么了？菲利斯又靠得更近了，都已经贴上来了，还能靠得多近啊？他的身体好温柔，好柔软，好苗条，我只能抱住他。我得想办法让他回想起来。要揍他的头吗？不是吧？頭の中がぐちゃぐちゃになりそうにゃ。乱成一团了，怎么了？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俺にできることはなんだ？なんだ？勝てれば。只要赢。所以我就是要改变，改变过去，让他赢。他只是想赢来欺骗我吧？勝てれば思い出せるかもにゃ。真的还假的？你只是想骗我吧？
何？我觉得我上当了。かつて何に？我觉得上当了。バイラルアタッカーズニャ。今日の決勝の相手だったニャ。今天的对手。でも卑怯な妨害行為にあって負けちゃったのニャ。你受到什么妨碍？そのせいでフェイリスは頭の中がぐちゃぐちゃで思い出すものも思い出せないのニャ。什么事情都想不起来，你只是想赢而已吧？你想要骗我？お願いニャ。今日もフェイリスは決勝で勝てさえすれば全部思い出すと思うのニャ。真的假的？だからタイムマシンを使わせて。我还要去改变世界，让你赢哦。这什么情况？我觉得每一次都被他耍。点点点，我才不相信这种屁话！不要相信轮太郎，不要相信。ちなみにこれは演技じゃないよな。对啊，这不是在演戏吧？何のことかにゃ？哎，忽然变脸了，被拆穿了，被拆穿了，噔噔噔噔，被我拆穿了吼！该不会只是想用时光机在雷网路响里面获胜吧？嗯。只要想想菲利斯平常的行为举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非常有可能，因为这家伙的演戏能力不是盖的，小恶魔的称号不是叫假的。噔噔噔噔，你看背景音乐都改了。ひどいにゃ。ひどい苗，再演嘛，再演嘛。你的背景音乐已经出卖了你哦。听听这背景音乐，多么和谐啊！啊，多么和谐的背景音乐。开始流下眼泪了。今日のために一生懸命思い出そうとしてるのに。好啦好啦，我觉得到最后轮太郎还不是会去做。可是为了这种事情改变世界线，值得吗？それを演技だなんて言われて傷ついたね。很伤心哦，很伤心哦，好可怜呢，你好可怜呢，嘿嘿嘿。哎呀，你看轮太郎啊。眼泪攻势挡不住了，菲利斯的眼泪大颗大颗留下，大颗大颗的眼泪，看了他眼泪，我有点慌了。若只是看他眼泪的话，的确不像在说谎啊。眼药水这种东西，你懂不懂？可是他说只要在网络大家的眷恋回响，我实在不太了解这话是什么逻辑，我也不了解啊。那么就是推脱之词。お願いにゃ。お願い喵。菲利斯把他的脸靠到我的耳边，对我呢喃着：“菲利斯，勝たせてほしいのにゃ。”好幸运的喵，希望可以获胜哦，喵！我的耳朵忽然感到一道温暖、黏滑滑的感觉。菲利斯轻咬了我的耳朵，一阵电流通过我的全身。这是干什么？现在就是那个眼泪攻势，发现我还没有动摇，然后就现在就。采用这种美人计是不是？啊，待て，わかった、わかったから。哎呦，轮太郎就范了，我赶紧把菲利斯拉开，真是太危险了，我差点就要升天了，升什么天呐？菲利斯，お前の言う通りにする。要照他说的话做了。本当かにゃ？果然被骗了。啊，どうしても。記憶を取り戻してもらいたいからな。啊，轮太郎，菲利斯很开心的再度跳到我的胸口，我华丽的闪过了。菲利斯整个人脸扑到沙发上去。你，哎呦，なんで避けるにゃ？为什么闪开？你这么恐怖，当然要闪开啊。いや、お前が慣れ慣れしすぎるのだ。你这个人太没矜持了吧？我还是对他很不拿手。总觉得跟他说话主导权都被他拿走了，我还是觉得他有可能是在骗我。什么有可能就是好不好，轮太郎。但是我决定不要去想这个问题。只要有可能性，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试试看。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度，自然就会走到最后的答案了。反正我们可以一再重试嘛，被骗了就算了嘛，是不是？轮太郎，你是不是这么想？我拼命的说服自己，然后奋力的站了起来。これから俺は今日の朝へと飛んでお前に助言を与える。これでお前は決勝に勝てるはずだ。哎呦，给你一些比赛的建议，这样可以吗？メールを送るんじゃないのかにゃ？不是啊，不是啊。すでに我がラボでは意識を過去へと
タイムリープさせることが可能な能够有意志传送到时空跳跃机。